系，我系温哥华嘅 Dr. George。好，呢部电影咧系第二部电影介绍龙层花教授整只治疗理论，结合在下各种衍生自太极嘅治疗同埋他疗嘅方法嘅第二部电影。有关网上同埋喺温哥华嘅治疗嘅学习班，请留意我嘅电影或者嚟电邮联系啦。请细读免责条款，请细读免责条款。龙教授喺90年代尾到2000年嘅头左右，大约留咗喺加州十年，就发展佢嘅理论同埋佢嘅手法。但系好可惜咧，就系冇咩结果。根据我向龙教授嘅分析咧，就系因为佢嗰套手法同埋佢使用嘅工具咧，系喺中国发展。咁呢啲咁样嘅手法同埋工具咧，系唔适合北美嘅国情嘅，因为佢啲颈部有啲手法咧，系需要呢张牵引治疗椅，病人牵引嘅情况下做治疗嘅。呢张椅咧未曾得到 FDA 嘅通过嘅时候咧，系北美嘅医生系唔会用嘅。因为咧喺北美洲咧，若果你要行医嘅话咧，一定要买 medical practice insurance 行医嘅保险。若果嗰个工具咧未能通过 FDA 嘅时候咧，你个行医保险咧系唔包嘅，唔 cover 嘅时候咧，假如有咩事故发生嘅时候咧，你要自己出钱赔嘅时候，有啲人因为咁样咧，连身家都赔晒，搞到妻离子散，呢啲个案都有。第二個大問題咧，就係有關中國嘅發展出嚟嘅整骨手法咧，好多時都需要左手嘅，尤其是整腰脊嘅時候咧，要左手掹住啊咁樣，呢啲亦都係唔符合美國嘅情況。一來人工貴，二來咧就係假如有咩事出咗事嘅時候咧，嗰個行醫保險嘅 coverage 咧。亦都係好麻煩，因為你個助手個資歷係點樣呢？冇人知道嘅。呢個係有得拗嘅時候咧，就好大嘅問題。所以所有嘅手法咧，就一定由醫生一個人做嘅。例如喺美國好有名嘅整椎間盤突出嚟嘅手法叫做 Cox Technique， 佢嘅整腰脊嘅治療廠咧叫做 Cox Table， 萬幾兩萬蚊一張美金咧，都好多人買嘅，因為不但過咗 FDA 啦。又唔使助手，所以好舊嘅都可以用嘅。好似右下角嗰張咖啡色嘅真皮治療床咧，用咗廿幾年，完全冇有好大嘅損耗，醫好咗好多椎間盤突出症，同埋有一兩單咧係椎管狹窄症，都係好難治椎管狹窄症。我用嘅工具咧可能係好舊，但係咧我用嘅手法咧係好創新嘅。我用太極拳嘅捏勁咧，將椎骨同椎骨之間個椎間嘅空間咧。突然間拉開，咁你將突出嚟嘅椎間盤咧就戳翻佢入去裏邊。每戳一次咧就比較兩側嘅皮膚個感覺。成功嘅話咧，那個患側嘅皮膚感覺係馬上回復正常嘅，多數都係好快一次或者兩次之後咧就回復正常。練太極拳嘅人咧，多數要嚟自衛或者係傷人，用太極勁嚟幫人正骨嘅話咧，我相信我係第一個啦。我啲太極文章咧，好受到外國嘅讀者歡迎。太極拳對脊柱、內臟同埋下肢嘅好處，刊登喺《太極拳》嘅先2015年嘅夏季號。列行坤六段，列勁係由通過地支嘅人身同埋自害相沖產生。一手手心嘅勞宮穴。身或者係字嘅地支咧，向上嘅時候咧，意念上好似對側腳心嘅涌泉穴嘅人或者海嘅地支咧，向後蹬腿嗰時咧，就產生裂勁。喺肚裏邊示範嘅咧係吳大奎師傅，係吳公儀師傅嘅長子。據說咧，佢係最好打嘅第三代裏邊。喺上述嘅英文文章裏邊咧，有詳細嘅介紹，你攞嚟睇下就知啦。圖裏邊嘅吳師傅咧係速勁，準備用左手嚟裂對手。即是手裂，即是上裂。用腳勾跌對手的叫下裂，或者叫藤拿裂。裂勁是旋轉之力。圖裏面的黃培生師傅示範用手裂，沒有用腳勾對方，但是考勁得好的時候，對方一樣跌倒。如果沒有丹田內功支持去練八勁，就好像古人所說，練拳不練功，道路一場空。
丹田你要练到最少有气贴背感觉，然后先至得嘅。在我上世嘅英文文章里边咧，有从来未有人发表过嘅丹田命门人体解剖。很受到外国朋友的赞赏，欧洲的太极联盟主席 Mr. Han Finch 呢鼓励在下举办网上研讨会。 Thank you for watching, I'm Dr. George Ho, 多谢收看。如果你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呢，请你点击喜欢和分享。分享的时候呢，譬如其他的朋友在面书和其他媒体呢都会分享到这部电影。如果你希望我多啲做呢啲同類嘅電影嘅話咧，請你訂閱，點擊訂閱我嘅頻道啦。越多人訂閱嘅時候咧，我就知道越多人喜歡睇我嘅電影啦。訂閱係完全免費嘅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 again.